走文去哪啊，走文去，我早就觉得你不是我孔子兰儿。你今天学了实话，刀还拔了，与我不平，我将你铲查乌拉拉的你。啊，娘子啊，
有你呀、啊，你就是那天大家庭我心啊。Thank you.
文清，你信还是不信呀？我哼。你这俺老婆也不配来这里无上教训，正是我鞠躬死不有意，为了尽孝尽臣，我也顾不得你们了。丰富，只有家水红，甚至明君家乡。是，去吧。娘子啊，娘子啊，这一回啊，可成了你的心吧？是你，这个老家的。便宜
Thank you.
了何殿白纸三品，你不听话再想家。千般薄的苦心，三为国家下为民，本是令己心无愧，何谈其下露清平。老夫便是他提防诸官多年，奏分生命将我紧紧扶了礼部天光之子，老哥此地只有前下无二，夫人怎日为此伤感，一边顶中张家卖子为何未经回报？启禀老爷，饭桶卖到，带了进来。是。禀夫人的晚餐叫啥？三军听皇大人，张礼回房。儿啊，上前与大人磕头。给大人磕头。走了起来。哦，这碗东今年多大呀？九岁了。哦，平夫人，他可是你的亲生之子啊。真是你父亲生。这一碗汤该不有些痴呆呀？并非痴呆，既不痴呆，又是你的亲生儿子，为何舍得将他卖掉啊？唉，只因你年寒乏，家无糊口之粮，公爹生病重病，病夫无力奉养。哪里的丈夫呢？三军赶考，三女未归。他叫何名字啊？夫名周文新。周文新。
来，我来问你，你这次要买多少银两啊？只要把人十两纹银。好，我交给你十两纹银，带着孩儿回家度日。待我见景之后，派人打听你家刀斧的下落。倘有他在京城鞠躬，一定叫他前来接你全家。就是哎呀，大人啊，向我丈夫去上天下，我家公弟为他倒叙，他卖掉天兵还他，他又是绝了我母。哎，举不飞都去那方天汉地之事。大人，您那既有分人之需，就去扫下我的娇儿，送一命令女子，只要公爹娇儿能逃不灭，宁可在此救去我。是，也就该你。五十两拿回家去吧。
念老爷发话。哦，儿媳啊，你外府的找些肉汤了，这是哪来的鲜肉啊？少爷，这是媳妇儿她娘家接去买的。哦，儿媳啊，我哪里有狼生鹅的？姑娘，娘上来，他和妈在玩啥去了？快快把他喝了回来，外父的与他同饮啦。姑娘，娘老心忧啊，等娘那两难生儿回来，儿媳再给他做一瓮酒食。哎，这样想的肉汤。不让我那生儿喝上几口，外父的我死死地用不下去啊！啊，公爷，你那两难生儿并非大概玩啥去了？啊，那是到他外父家去了。儿媳啊，你平日在外父跟前百依百顺。今日真的与外父的斗起裙子来了啊！我来问你，我有几个生儿啊？一番学他大概玩啥去了？一番又学他外婆家去了？他到底到哪里去了啊？他难道遭了什么灾祸不成啊？不要，他到底到哪里去了？你要与我快讲。公爷，你那刁难孙儿，儿媳见他难了。你该怎见呐？
在这里安的才有何心？公爷，儿媳俺娘啊，并非白银，是不是像什么啊？想为公爷进京相亲啊！倒还讲得几句好听的话呀！卖我生儿，借我好歹，帮我相依，你笑在哪里？在何处？你笑在哪里？在何处？啊！啊，莫也疼啊！
是周文新周大人的府邸。周大人啊，莫非我丈夫他去逛了？啊，你就是周夫人呐、啊！哎呀，小人有礼。今你我背来为干，
又哪来的什么喜事啊？公爷，你的儿子他去光了。你是怎么知道的啊？有下死人报喜的来了。快快请他进来。下死人，我家公爷有请。夫人在上，小人拜见。快快请起。太老爷夫人，周大人周文清，你我猜的身心一红，请老太爷过目。果真盼到这一天了啊！公爷，儿媳啊，从今往后你不受累了，老汉我也不受穷了，还可以收回我的苗郎孙儿了啊！公爷，我老汉此心看吧。是啊，是啊。儿媳啊，外户的到达的责任不得半身，这又如何是好啊？下世人你可是祖母？小人倒也认得几个啊。那就还你一个念念啦。是。礼部听官周文新。什么？我儿他做事难了啊。是啊是啊。官职不小，官职不小了。公爷，我们接着往下听吧。往下念。我想你呐，你不听官周文新要修，要修什么啊？要修。哎呀，你看，这叫我怎么往下你呐？哦哦，是不是要回来孝顺几周啊？哎呀，太老爷，不是不是啊。那就是与我相反的。哎呀夫人，也不是也不是，那是要修什么、啊、要修。哎呀太老爷夫人啊，小弟实在是念不下去了，就请你们另请他人吧。下世人你可正直，跟我们在院内找个识字之人并非容易，你认得几个就念几个，念不成也那我们也能听个半明半白啊。是啊是啊，你叫隔山有义的念难噻。那太老爷夫人呐、啊，要是小弟念起来有些不当之处，你们千万不要怪罪于我啊。哎，与我家下属岂有怪罪之理呀、啊嗯、那好，我就找十年来啊。好好，吏部侍郎周文新要修锦旗刘飞英啊。不孝奸人心太狠，大骂中国杀人弄，别的女侍郎将身提刀要动夫妻情啊。走，这就是这奴才他猜你是来的喜信啊。是啊是啊，他又娶了仙人啊。你们还不知道啊？哎呀太老爷夫人啊，三年之前周大人已经招聘一相夫了啊。太老爷，
看你们家庭日夕浪一刀日，小人跟京城前来一天好吗？到济世之山必买一些银两，酬你们刀日吧。是不得，是得的，是得的，有道理。你这阵大恩大德，旁古至今，思尽少有，只怪为父的养下了不孝之子，使你们夫妻不能团圆，我父子不能相会。为父的今日要将孝义禀报，赤胆与你后悔莫及。来了来来，请上，上我周俊涵。哎呀！放开曾某迎接，有请庄云公。之母呢？哦，是我那生身之母啊！哎呀呀，他有何功劳啊？就是为何啊？弟弟，母亲喊我生在秦国府，享不尽的荣华，受不尽的富贵，二老待我生死情深，还怎会想我那亲生的母亲呢？
儿啊，你学什么啊？为父的年迈而归，你再学一遍啊！弟弟，孩我求师，不见我那亲生的母亲。斩了他来，斩了他来，斩了他来！完全根本走你那弟弟娘啊，小儿啊，我那神父他到底怎样呐？儿啊，为娘与你失去了吧，你那亲生父亲当年高攀相府，休了你的亲娘，可好景不长，那金香坊中恩母谋反，家人蒙受，你父被逆，有两个不争不相不认不逆无人偷了的下场。儿啊，你可不能像他那样啊！不许喊我！大胆的畜生，高官得逞，不认什么，这还了得？留在天府，有劳老夫的门风，这还了得家里？想在朝上干了去，弟弟干了去。
出京的啦，好威风好运呀哦！看着爹爹爹爹爹爹爹，二爷，寡人呢？啊，我们不理想他，可是爷娘岂不是好啊？哎呦，那可使不得啊！要不是少人撑穿了大人，我可气再不起哟。哎，这边不是嘛？我们两个是讨饭的高伙子，哎，他来帮我们呢，又有什么办法呢？哎呀，夫人呢，你还讲得有一些道理啊。哎，那我们就试上一试了。对，试上一试。走。我会有什么冤情要收不成啊？哎，啊，我们乃三个人士，心杂民意，是啊，只因家乡年年遭灾，喜气逃荒到此啊！哎呀，求求大人饶了我们吧！是啊，就饶了我们吧！起来，起来，是大人。哦，原来还是两位逃难的灾民。来呀，有，赐他们一些银两，让他们回家去吧。是。是大人。大人呢？你看我衣衫烂了。哦，不要讲了，不要讲了，来呀，有，再次他一些就是纸，夫人呢，我看这一位大人呐、啊，为人行事，加油，我们站在他的身边，定有大官可做呢。夫人呢，过来喽。
到底要不要紧？哈哈，大人，怎么还是要？回应回应啊，我管大人为官清正，安宁于世，我们夫妻二人也在大人孝敬劝骂之劳。我就求大人收下我们吧。是啊，就收下我们吧。起来，快快起来，是大人。看他们二人如此乞求，我不免烧下这一月供的婆，也好来伺候我家爷爷和母亲。好，让你夫妇在本官愿意烧下你们这一月供的婆，不知你们可否愿意呀？愿意呀，愿意呀！今日是八九岁，本官已把握心了，来呀！哎呀妈，不然还是我来呀，是你不？
你找上。哪个的？金国大人。咋你？咋？方才有人扔去的不是？对，他不是咋你。他是什么人啊？我那苗男之夫周文信。对了，你当真是的。嗯，哈哈。
人，天亏为何啊？我是你的丈夫周文仙，你单纯的不认得啊？我倒认得周文仙，可他不是我的丈夫。真当不是你的丈夫啊？十年前你在苏南的时候休了我，难道你都忘了不成吗？哎呦，夫人，夫人呢？现在那夫妻实在有余，又剩下我那娇儿苗郎，如今嘛，你是这样的客气，我是这样的寒酸，难道你就不念一点夫妻之情了？哦，如此徐来，是你有情有义，但是我无情无义的了咯。你恨不得笑。无知的乡人生活很要命所见人生一边叫听不听为何去管几分几一边叫听不听为何把几分几去下去门和他聊你的心吧。嘿
看可怜你，我也不恨你了。么子，你不跟我啊？不跟我更好，找我爹给老子做主客。找我爹给老子做主客。扔下你这奴才，对不起我死去的老婆。扔下你这奴才，更对不起我姓萧的媳妇。扔下你这奴才。